야래자제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吼，这节吼是咧讲台湾的历史啦。啊，历史有重要无？吼、哦，我甲你讲一个实例，就是这个过去咱的秘书长，伊走去中国投资。迄阵伊是想讲伊是啥物人，大概是啦，因为无法度区别啦。啊，转来台湾了后，伊去做即个环球电视的总经理。啊，去环球电视总经理，伊就想讲伊是台湾人，安奈走去中国，啊，所以伊要了解伊的过去，咱台湾人的过去，啊，就要找一个讲。会晓讲台湾历史的人，啊，因的同伊的迄个同事来介绍我，所以阮2002年就熟识，啊，就上节目，讲一个节目叫做《台湾人的台湾史》，这个节目播72集，一集一点钟，就是讲72小时，为何咱现在提讲？讲到日本时代的时阵吼，受到外来的干预，禁止阮国。啊，这个、外来是啥人？高先生的后代啦。因为我在讲高先生吼，这阿里不达的人吼，啊，受到外界的压力。啊，咱的秘书长受到，因为我每次在讲吼。拢讲即个台湾历史先印头到我十页的书，吼、哦、啊，可以看这十页，啊，所以伊吼伊的吸收特别较侪，所以伊知影讲伊是一个台湾人，哦，啊，对，爱台湾，啊，各位拢是台湾人，但是台湾的历史唔捌，真凄惨，所以一定爱了解咱的台湾过去的代志，哦。哦、啊！我是安怎来觉醒？我受了国民党的教育，嘛是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嘞。哦，但是有一日看到一个消息，就是讲哦，吴凤春的人哦，讲我们还叫做吴凤春，我们叫做阿里香，嘿。啊！我看吴凤是一个真伟大的人咧，啊，嘛去到一个吴凤庙咧，哎、欸，啊，到底啥人讲的话才对？迄吴凤迄个故事是骗人的啦！啊，迄、那个故事哪会骗人？吴凤是一个上低级的官员，都会使用个上低级的官员甲你骗。啊，那大粒的，做个总统，做个皇帝，伊的话哦。拢是胡说八道，所以为着安尼，咱台湾的历史，我家己去研究。哦，我浸在图书馆浸10年，哦，啊，写块这块字。今仔日要讲的，是要讲日治时期。日治时期，啊，那些伟大的台湾人，哦，这是讲第一集，因为第一集、第二集、第三集。以后吼，你嘛无来遮上课，你都爱上网络去看第二集、第三集、第四集，继续第二看落去。吼、哦，逐回拢讲无共款吼。啊，要去倒看 ？www 吼、哦、台湾us.net/history 吼、哦，这都是这个网址爱抄起来。吼、哦，啊，都个你看会到。吼、哦，啊，嘛因看到。我过去讲70几集的，72集吼，72集的迄个情形啦吼，啊，一个文字吼，啊，为着有当时啊，迄个电脑吼无方便的人，我也有印出出来，当下
你若要买去遐看啊，但是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讲，恁大家拢用免开钱去看电脑，免钱。好、哦，这给这给咱一些讲，这个有台台湾人啊，台湾人都有得伟大。哦，你渐渐听我讲，你就知讲确实伟大。这张图是一六二四年，荷兰人来占台湾了后所谓的图，这画图内底有几点要注意。这个就是即卖赤坎楼，这是安平古堡，哦，啊，这一坤星、二坤星、三坤星。啊！即台南以前有内海，即马即个海哦无去啊，去互土沙填啊填起来。哦，敢若讲，咱即马有一个台北有一个碧潭，啊，即个潭水真深，渐渐风台来，啊，就变做一条溪啦尔。哦，即都是安尼。哦，即个话，啊，迄阵。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跟咱今麦要讲日治时期，哦，迄阵这是日本渔民村落，哦，有我家算下有十二间厝，啊，这是什么麻豆虾啦，什么虾，啊，这六间哦，这是叫做汉人海盗啊的部落，哦，啊，今麦。翻译到中文，哈、哦，一下下安平港，啊、哦，一个澎湖渔民村呐、啊，啊，日本村落，啊、哦，即所以讲，你爱怎样？中文写的哈、哦，有这个我白讲的味道底下来对，已经有啊，味古早都有啊。咱这个些。讲过过那边吼，日清吼，诶，战争甲午战争吼，满清战败，和台湾跟辽东半岛割给日本，哦，这里大家拢知啊，哦，啊，马关条约批准，哦，所以五月初八，日本正式为清国取得台湾跟平和的统治权，啊，知啊。辽东半岛买酒无摕啦，安奈无摕，因为苏联、法国等反对，哦，这是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哦，不可分割的。啊，你奈先甲这个土地吼挂乎日本，所以都赔款。啊，完全也有钱无？啊，无钱啊，要安怎？我讲吼，一个方法，就是讲海关给你管，海关出口的出口税你收去，啊，进口的进口税你收去，吼、哦。大家可能做了代志，可能无啥知影，但是你也知影，这是确实的代志。清国所有的海关的税金哦，拢收喺我阿多爱手内底，吼、哦，包括日本人再来。日本明治天皇第一遍摕到海外殖民地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这个岛屿原本有属日本国的机会，那安尼讲，台湾这个岛屿哪有属日本的机会？他住迄张图，都画十二间的日本渔民，画六间的汉人海贼，哦，啊，所以。日本人真早就来台湾，安、啊、来台湾？来台湾要创啥？因为咱台湾哦有一个特产，上得数的，就是每年诶这个冬至，拢有一群的乌鱼吼、哦，收来台南的外海，啊来个抓，啊抓这迄阵两上大趴，抓起来。爱生爱拍，啊！荷兰人看看，哎、欸，
哦，啊，你当面我的土地在掠鱼哦，啊，来在拍鱼哦，捡一个税金叫做乌鱼税、乌鱼税。所以这个乌鱼税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税金哦，啊，真奇怪。所以去为着乌鱼税去调查，但是日本哦，嘛是当时哦，受到外国的影响。哦，1633年，哦，这个1633年，有一个叫做海禁，出一个命令讲，日本人袂使出海，阿嘛袂使为海外入来，所以个台湾挂在日本国土之外，所以台湾无属日本，哦，这个原因。日本在1593年都已经跟台湾有接触，但是迄个时阵台湾唔是一个国，也无一个统一的政府。1609年，吼、哦，派人来台出兵来台湾，但是迄回出兵吼，拢拄到风灾，也无成功。1616年嘛有人来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在台湾发生这个冰田迷兵卫事件。这以后咱会讲到，哦。1633年，德川幕府下锁国令，甲国锁起，哦。日本人全袂当出入，哦。但是爱个爱注意。1662年，哦，统治下是由日本血统的长崎平户田川家的孙。田成功的老母，哦，田川，哦，田川氏，哦，这个国姓也，伊拥有台湾23年，哦，台湾姓田的人，哦，唔着讲，哎，啊，阮先祖唔着食高，哦，在台湾，哦，统治23年，但是真可惜。满清一来台湾，都甲四田的拢总该迁走，毋是台籍的都该迁走，所以台湾人吼，诶，田氏的后代吼，无一个人讲，阮太祖爷吼是田成功，无，你捌听着？拢毋捌听，都是对这个原因，吼，无爱互你当咪台湾四军啦，吼，田氏家族拢甲你遣散去中国。哦，明治天皇，这是明治天皇的相片。明治天皇当时清朝的时候，嘛知影讲西方的势力遮尼强。西方人安怎讲呢？阮两个荷兰兵，还是两个英国兵，都用打败你50个中国兵，是。武力是你的25倍啦，安奈他人差遐多，为什么？中国人较退，汉人较退，敢是安尼？安奈退，啊退是事实啊啦吼，都差人25倍嘛。你若差10%，都还可以再下，差人20%嘛下无要紧。啊，你差人25倍，免下，导航就好。八国联军哦，拢总几名兵入去北京城，2000名啦，2000名啊，多个兵入去北京城，啊，都皇帝都走个离火个，走个热火去，哦。啊，国讲国较差劲的人，那是满洲人哦，国较差劲的人叫做汉人啦。汉人是安怎差呢？和人口不到1%的人统治268年啦，看有退啊无退？和不到1%的人统治，在1644年，这个满洲人进关入关，迄阵满洲人的人口。连囡仔、查某人拢总算在内60万人，60万。当时汉人口偌济？有6000万到1亿。
阿咪是差一趴身来俩，啊一趴身来统治你中国268年，和你做奴隶，啊用个什么方法？这爱有方法，大家爱知影。即马这个方法咪也搁在实行，一个叫做科举制度。你想要做官哦，升官发财哦，哦。啊，升官发财，啊，都这个思想都把你放在头壳内底。你若有升官，你才会发财。第二项，这科举制度是要考什么？考四书五经，孔子的四书五经，把孔子摆起来。孔子不是一个歹人，但是予歹人运用的时阵，所谓的头壳干那四书五经来念，你这个国家哪会进步？袂进步。永远原地踏步，这就是汉民族为什么？为什么去予人口无够一趴身的人哦，统治个安尼268年？哦，啊，这个时阵咱台湾人较思想较 open， 哦，所以咱有做一挂伟大的代志，啊，日本天皇。伊讲中国人叫做支那人呐 ，China 了，哦 ，China， 哦，这是历清战争是光绪皇帝甲日本明治天皇的战争，哦，所以咱的一个秘书就讲，满清大皇帝与日本大皇帝签约的这个《马关条约》。就是在讲这挂物件啦，我甲台湾挂予日本大皇帝，哦，咪是挂予日本国，哦，所以这个哈，日本人连明治天皇放弃了虚有其名的支那儒教，一放弃，一讲这儒教哦无好，哦，日本天皇迄个时阵已经看出来。但是台湾人到今仔日也看袂出来，讲要考试，就爱去拜孔子。啊，孔子拜拜，保证会调。我想，啊奇怪，你若免读书，保证会调。拜文昌吼，啊文昌就是讲孔子。无啊，就你若唔读书，你要安怎调？你若拜家己。拜家己较认真嘞吼，啊就对调嘛吼，啊，所以但是迄个时阵，伊放弃儒教，这是日本明治天皇成功的一个真重要的部位。伊嘛放弃啥物事啦？放弃咱即卖也搁在真是流行的吼，汉医啦，伊规定吼。新的医生一定要受西方教育，才能做医生。到医生白才发给你。啊，来占台湾的时候，这个制度也砸起来台湾。那个时候，台湾人，哦，大家拢会用汉语，哦，啊，即嘛规定落去，你即个汉语继续存在无要紧，我无甲你取消执照。但是新的医生拢爱西医，哦，啊西医出来，带些医疗，因为日本人看到什么？西医是公开，伊的医术公开，伊的方法传承下去。汉医就是我看一波，我教我学生我捡一波起来，买阿哩，啊我唔得较好。哦，老先的上熬嘞，吼，哦，啊，即卖人医生是欸，少年的迄落要摕迄落手术刀较熬嘞，偏老的哦，他们也皮皮抓哦，对不？啊，啊，所以老先的吼都无效嘞，吼，哦，所以迄落时都放弃，到家这个物件吼，台湾到家1945年了后。国民党政府来台湾吼，再来
汉医大国国兴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就是日本甲台甲中国的区别，吼、哦，日本会拍赢中国哦，即款物件你无去甲注意个，你也袂使，吼、哦。支那是为菜那翻作日本叫做支那。啊，这个是光绪皇帝，哦，这好，大家稍微看一下，讲啊，这个皇帝跟那个皇帝在战争，啊，这个战输了，哦，1895年，哦，日本天皇开会，哦，开会内底有外相，哦，有亲王。有海军中将华山之计，啊，我甲华山之计这个名吼、哦，用红色框起来的原因，就是讲以后这个人来做台湾的总督，头一任的总督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伊迄阵中将，啊，要就来台湾做总督的时阵，该升一级，叫做上将，啊，派陆军局长水野尊。水野尊哦，那个空起来，因为这个人都是提拔郭先生的人，哦，啊，伊那要提拔，一来台湾一看哦，台湾迄阵是殖民地，是满清的殖民地，台湾人袂使做官，嘛袂使做兵，干那会使做用，用是啥物意思？地方的武力啦，不是国家的武力啦，武器也较歹啊，什么拢较歹啦，都、就是安尼，让你维持自然，干那警察啦，吼、哦，警察有手枪啦，尔啊无步枪，啊无机关枪，啊无大炮，嘛无飞机，吼、哦，就是设备较歹，哦，就用。哦，啊，华山之计。做第一任的总督，升做大将。大将，咱只咪只讲上将啦吼。啊，陆军吼，水野尊吼，做台湾民政长官吼。啊，派辽东半岛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，奈得辽东半岛的北白。川宫，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来台湾呢。这个亲王是明治天皇的堂弟了哈、哦，派雄赞的禁卫军团哈、哦，以绝对的优势要来打台湾。北白川宫能久都是明治天皇的堂弟，哦、所以是真亲的贵族，哈、哦，来台湾。啊，这个是华山之计。华山之计，即马这个名吼、哦，台北桥头边啊有一个叫做华山鸭，唔知你大家知无？吼、哦，华山迄是即马一个货运站啦吼，哦，伊、哦、就是在纪念这个华山啦、啊。但是迄、那个华甲这个华无共款，这个华有木字边啊，咱即马迄个华山站无木字边啦。华山站，啊，啊，这个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，哦，所以我可以摕图片来吼，我大家知影讲啊，是这个哈、哦，来伫拍台湾，啊、哦，在1872年的时候，都来台湾啦，因为1872年。为着吼、哦，这个牡丹虾事件也未发生，比如像1874年的发生这个牡丹虾事件，但是1872年的时候哦，有琉球人来个台湾，去予伫牡丹虾去予人杀死啊！日本政府都毋是点点点哦，都派人来，派华山之计水野尊哦，
顶顶的人，耳语元太郎哦，这拢真出名的人，来台湾哦，来查哦，探测沿海水深等。沿海水深有什么重要？就存在都会存在这个。哎、啊，你即马知啊？台湾的沿海水深哦，中国拢有啊，哦，即个。分不最清楚台湾人甲中国人的区别的人，甲即块资料拢卖袂出去，哦。啊，要统治一个语言无共款，生活无共款，历史、宗教、文字、服装，真侪拢无共款，所以爱用个绝对的权威方式来统治台湾，哦。啊，同时和这个中毒会使。制定法律、哦、所以这个就是日本统治台湾早期的方法、哦啊、完成政府占台湾、哦、到底是什么到北流到底是什么台湾有36000平方公里、哦、人口超过300万、哦、为1680年日来来对、哦啊，到1985年哦，中间有213年，所以哦，我咧头前一本之下，满清据台213，213，213，满清占着台湾213年，啊、哦，213哈、哦，啊你该算哦，1683到1895，那个减落去哦，哦，啊你。头尾年拢爱算嘞，你袂使讲迄年无算哦。哦，头尾年拢爱算哦，所以是213年。啊，伫台湾有3万到6万的清军伫统治。哦，啊，日本人来台湾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台湾人的生活水准哦，比中国人较悬啦。哦，啊，但是八二的哦，甲中国人同款3%。那3%而已，咱即马八二的人是差不多100%，啊那那以前吼、哦，吼、哦、是90%，啊日本统治结束的时候，咱台湾人八二的程度是70%，吼、哦，啊70%的八二的程度，啊个人是3%八二，啊叫3%的人来管70%的八二的吼。管个乱七八糟，哎、嗯啊，我讲一个，我伫台湾新学院读书的时阵，有一个同学原住民，一姓全，全部的全，我够奇怪咧，我讲你那姓这全，迄汉字中你无迄个全部的全这个字嘛？韩国人哦，全斗焕哦，都是用姓。姓全嘛吼，啊你啊你那姓全，阿姨讲，我讲啊你那不姓啥，唔知家讲啥物，讲啰啰等，啊你亲戚嘞，我阿叔姓金啦，金门的金啦，我金甲全都无同款嘞，吼，阿姨讲，哎，中国的副职员讲，加两点减两点同款啦。你看嘛，叫迄款的人，所以咱秘书长在讲，叫迄个唔捌字的来做校长，都有影咧。哦，啊，都要差两点啦，尔无要紧啦，拢同款。啊、哦，但是呢，台湾内生活水准较悬，因为台湾钱银卡白，咱即句话真早就讲，啊，即嘛。去用马政府通知了，台湾钱敢无得一笔卡吧？哦，啊，迄个时阵就台湾钱用卡吧个，哦，卡吧是多位，卡吧就是脚这个所在啦，哦，对，讲你爱规乡围拢爱淡去就对啦，哦，用卡吧。咱荷兰时代有引进西方的迄个甘蔗，哦，
啊，也过咱的稻啊，一年吼、哦、有连挂两遍，连挂三遍，吼、哦。啊，都有水内底有乌鱼，吼、哦。啊，乌鱼是世界名产。啊，台湾阁出产金、煤、煤炭，吼、哦。啊，硫磺，吼、哦。啊，也过有块木，吼、哦。啊，阁有樟脑。樟脑实在是足重要的重要。樟脑，咱台湾的生产量是全世界70%。啊，樟脑要创啥？樟脑真侪吼，你要去棒糖订着吼，你要抹樟脑油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即卖来无咧流行，即卖化学品代替伊啊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以前无化学品的时阵，对樟脑是唯一能克服的，所以在台湾经营开发。啊，满清吼、哦，咱爱先了解满清统治台湾的方式，吼、哦。甲著名分做两种，一种是汉民族，一种是原住民，吼、哦。原住民我甲讲先住民啦，吼、哦。原字较歹听，吼、哦。先就是我先来叫先住民啦，吼、哦。安那先住民吼、哦，啊，但是。个叫做番，番个分做青番甲石番，吼、哦。青番哦，对，咱种话叫青番哦，啊。啊，石番就是讲，哎、啊，你有受到汉化的叫石番呐，青。啊，但是在台湾的通地哦。南山通地啦吼，两年官来台湾做官吼，敢来做三年啦尔嘞吼，按两年官吼落地啊吼，三年官两年满，得敢来做三年来呢，但是用两年你落地啊都得个满吼，就三年官两年满吼，啊所以引起台湾哦抗日的情，抗清的情形哦。真严重，所以三年一小患，五年一大乱。三年小患，五年大乱。哦，爱要统治台湾哦，也过一步撇步，就是甲你台湾人哦，甲你分卦。分卦之后，台湾人甲客人，恁两个落去台。安尼也过未算数哩。你漳州人甲泉州人，落你落去落去台，啊！迄个姓王的甲姓陈的，落去台。啊！咱以前有一句古早话：“陈林满天下。”啊，耍落一句嘞，“村里好高价。”陈林满天下，这句话大家知影。啊，咱即摆刷落啊，我甲四王个无好，啊四王个好高价，啊爱独个丢来吼，安、哦、尼这是囡仔时代迄个俗语啦吼、哦。啊，伊个制造混乱的分化政策，吼、哦。啊！伊家己呢来台湾统治的汉人哦，叫做长沙人。咱即卖哦，叫做中国人，还是叫做以前叫做外省人，即卖叫做中国人。吼、哦、啊！啊！带喺台湾的兵，袂使用个台湾人顶补，台湾人袂使做兵，袂使做官。甲即卖嘛差不偌济，吼、哦！即卖要做官哦，都是标榜啦，吼、哦，同款，吼、哦。这是一张图吼、哦，这是兵。啊，这我找无迄个图吼、哦，我找到一个用，吼、哦。但咱干来用做用来尔，啊，用和兵管，啊，用平兵较歹，用平兵较用。哦，所有的战争哦，在台湾的战争哦，那台湾用哦，是赢过中国兵，哦，
所以台湾甲其他亚洲的华侨同款，哦，叫中国本土叫做长山，哦，啊，所以咱有一句话：长山隔台湾，心肝隔桂湾。啊，那都隔桂湾。长山隔台湾，心肝爱隔桂湾哦，是安怎哩呢？叫乌水沟，因为乌水沟的水流哦，迄阵满清政府统治中国的是吧？袂使起大船，大船干那刮风才会使坐坐那尔。所以我看地形讲那顶顶吼，满清的船哦，为乌水沟行哦，无沉啊半代。啊，你咧伫中国生活困苦，吼、哦。啊！要长山去台湾，都爱用哦，迄落小台船，一台船坐七八个人哦，安尼那样，啊，都要过来啊。所以来台湾的经营哦，真艰苦。心肝结桂圆，就是因为有一句俗语叫做哦，十去六死，三老一回头。十个经过乌水沟，六个死的乌水沟。哦，啊，四个到台湾了后，还佫一个带路袂拄好，佫转去，哦，三楼一回头，哦，这都是心肝结桂圆的理由啦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当时干那有反长山，无反满人，因为满洲人根本无来台湾管嘛，啊，满洲人奈不爱来台湾管，哦，因为康熙皇帝。伊知伊是人口一爬升的人，去占到加一百倍的所在，欢喜就欢喜死啊！他是亿万富翁、百亿富翁，啊，托卡有十块银，要去扣无？免扣啦！伊讲，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伊讲，台湾配台那多，得到也无我给我什么给什么挤出来啊、哦？啊，若卖地啊，准度好，买伫台湾。啊，但是当时的西洋，吼、哦，西洋讲，哎、欸，安尼那会使？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一万八千家，中间七千家的土地地外落地啊，啊，叫贩卖收租，安尼敢会使？所以一个皇帝建议，吼、哦，建议的内容有。重点就是讲，台湾人，吼、哦，袂使移民，袂使移民来，吼、哦，伊落为中国袂使移民，啊、哦，啊来台湾的兵，吼、哦，三年一任，三年到你就爱回去，为什么皇帝听到三年一任真欢喜，吼、哦，就是因为你住较久，你就甲这个土地有发生感情。啊！你都变做台湾人啊！啊，都会反清啊！啊，安尼说三年一任啊，听了个就怀疑，也佫一条也较好，袂使娶某仔囝来，所以查某全无来，所以来台湾的拢是达波，啊，即个达波嘛爱娶某咧，啊，娶某拄啊拄到即个咱台湾的平埔族母系社会。哦，母系社会是什么叫做母系社会呢？我有一句话在要问。那阵啊讲，这间厝有一个结婚，吼、哦，啊办桌，谁人坐大位？母姑，哦，天顶有天公，地下母姑公，哈、哦。啊，母姑坐到位，啊，那母姑去坐到位，就对，母系社会，老母是家长，老母的哥哥还是弟弟坐到位，不是老爸，老爸是在边啊来，老爸拢是罗汉家，哈、哦，所以哦，林玛丽哦。这马街病院的迄个血统研究的人吼、哦，讲咱台湾人吼、哦，85%吼、哦，是这个 B
被捕捉啦。哦，啊，你到底是不是被捕捉？要安怎证明你是不是被捕捉？有两项方式。你读多少？伊已经讲过一项啊，就是母牛坐大位，这都是传统来的。迄咪是咪是你发明的？迄是传来都是安尼。第二项就是咱身骨有迄落，只要一顺有无？该变咯变咯有一顺啦吼。哦，你来边看卖吼，即手骨的时阵哦，边落也是有一寸的裂吼。一个咱的卡砖头啊，马仔哦有鼻寸，哦啊，但是我这是皮薄做的器哦，但是这个是其实是迄越族人，越族哦是什么越什么越哦，是越南面的越。好、哦，越族人的记号了。好、哦，所以咱莫想讲咱是中国人，咱是台湾人。好、哦，这是先说讲的啦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刷了日本人登陆啊，好、哦，北白川宫能久登陆台湾，哦对。1895年5月25日，哈、哦，那个李鸿章的囝，哈、哦，李经芳，哦，啊，甲华山之计第5月28日，哦，啊，在这个日本船的顶头，横滨湾，哦，在金龟礁的外海面，哦，签字。海上交割啦，在台湾哦，因唔敢去台湾啦，哦，讲阿不得海上交割啊，剩了实在你去用啦，和日本人用啦，所以明治28年6月初二，公输21年5月初十，哈、哦，迄日正式生效，哦，啊，咱即卖拢是用阳历啦，6月初二啦，哈、哦。这头前有伊的相片啦，啊，这是伊的平民的装扮啦吼、哦。北白川宫能久亲王，啊，日本哦，因为在辽东半岛，伊本来要占辽东半岛，所以在辽东半岛有一挂军队，都把迄挂军队调来台湾。啊，迄挂军队调来台湾的时阵哦，在中国东北的天气来冷。我阿拢穿迄落破棉油诶，啊，来个台湾诶时阵吼，衫拢脱两件吼，就换普通诶迄个热天诶衫吼，啊，来台湾吼、哦，要准备用个武力取台吼、哦，啊，那准备要用武力取台呢？因为马关条约一签落去，台湾成立 Republic of Formosa。这是水野尊的相片哈、哦，这张图哈、哦、是什么图？满清国的国旗啦、啊。哦，啊以后你若看到这个脸的时候哦，在西方世界一个吐血，伊这是龙吐珠嘛哈、哦，蓝龙戏红珠，啊在西方世界为这只脸是同款，但是吐血。我以前唔办哦，唔知讲个啊，迄是虾米意思？原来就是满清国个国旗个改编的啦，吼、哦。The Republic of Formosa， 台湾民主国，吼、哦。台湾民主国个国旗为一只虎，吼、哦，黄色个虎。台湾敢无出山虎？吼、哦，伊是吼、哦。对照吼、哦，龙虎，满清国用龙，哎、啊，也叫做虎，啊，龙虎，安尼吼，那维持下好啊。
民主国之宝印。我这只好画个歹看个，你在目睭向倒位哦？啊，日本派来军队哈，啊，是近卫师团，有步兵第一团，啊，第二联队、第三、第四联队，啊，骑兵、工兵、辎重，哈，啊，海军，某一堆军舰有松鸟号一级巡洋舰、二级巡洋舰、三级巡洋舰，啊。海防舰队哦，登顶，还有一台巡洋舰叫做济远号。哎、欸，啊，我看到这个名，感觉奇怪。那有一台船叫做中国名叫济远号，原来就是这甲午战争哦，北洋舰队诶济远号去砍去，清朝就输嘛，啊，船砍一台来啊，砍两台来啊，剩下咯砍过来。啊，济远号，啊，所以这台济远号哦，对这台，安尼个看去，无采啊，完成政府去买开一寡运量哦，去西方英国去买的船哦，都好看去，哦，而且就炮台嘛，哈，啊，啊，满清的兵力，他都要分析有日本的兵啊有偌济，啊，满清的兵啊有虾米款兵啊？日本有定得鸡人要定落个啦，哦，但是鸡人哦，咱早提供迄个法国军哦，要克鸡人的时候哦，甲鸡人的咱有炮舰的，哦，所以哦。一转声东击西的战术，假装要攻西边的迄个金包里，就是今仔日的金山啦，吼，哦，啊，其实吼，专吼主力伫当兵的奥队，哦，奥队的就伫咱即马台北关吼，共寮奥队吼。对呀，吼，共寮乡啦，吼，盐寮几百两公里，五月二九下昼两点四十分登陆。啊，即马咧台湾历史吼，有方乌白讲的所在，即、這个有一个在广播公司的吼在讲吼，郭先生吼两点四十分。去到这个共寮奥队呀，吼，看日本军啊，安尼手举起安尼，我日本人看，哦，遐真个人敢行咧呢？吼、哦，其实伊在假太阳啦。啊，讲去奥队，但是这个胡说不到，因为安怎咧？郭先生哦，想看哦。这里行，要行到奥队去，要安怎行？伊毋是，郭先生是行到水顶卡，水顶卡就是吼、哦，咱即卖十字，十字就是讲潮汐的汐到达这个地方啊，就停止了，哦，十字，哦，啊，水顶卡就是意思就讲水。顶个家来，阿嘛上尾所在吼，同款意思啦吼。以前叫做水顶卡，现在叫做十字啦吼。这个时阵，第二队有三亚的人马，清兵有三亚，约有千人呐。吼，这个吼，咱爱会晓看文字哦。下面叫做约有千人，对，你文字该算是一百分，但是哦，来对含义你无坑诶，一营诶千军五百人，
三五十、十五、千五人就好啊嘛。吼、哦，啊，约有千人，都是安怎的人？阮兄就讲哦，我做这营长，我有五百人，领五百分的薪水，五百分的粮食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我才三百人来呀。啊，剩的我家己包。所以三年关两年满，就是安尼嘛。好啊，所以约有千人，就是无到一千人啦。好、哦，你这汉字的技巧呢，爱 OK 哈、哦。约就是讲无够啊，约有千人，应该是一千五百人多啊嘛。哦，啊，就约有千人。本来日本军要登陆就要去战，但是不知为何而战，为谁而战，全军上下都无战意，尚未接触，火炮也不发一弹，就自行溃败，四散西界逃亡。千军哦，无要跟你修建啦哈，无要修建，无打紧哦，各个枪派的哦，走。啊，走去倒，走来台北城，走来台北城创啥？劫货抢劫，官兵变强盗。你就知影讲，迄个时阵台北乃欢迎日本军入城，这清军哦乱七八糟，本来是一抢劫，是穿便服去抢劫。啊，买酒啊！你也穿便服，我也穿便服。啊，那我有穿迄个官服的，啊，咱穿官服来唱。啊，唱啊买酒，唱去政府的迄个官舍，吼、哦，就是、政府的国家仓库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国家的银行啊，之类的吼，都、哦就是落去唱。啊，这两张图是啥物图？这张这北图是日本时代翕的。来纪念登陆的所在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个叫做抗日纪念碑哦，这是国民党起的，哦，安尼啊，我你比较一下，国民党遐闹抗日，要无连抗日的世界逃亡啊嘛，哦，闹抗日，哦、但是我你比较一下就是安尼，哦，你就知啊。离到登陆五月三十日，吼、哦，经过三条岭，三条岭这个所在吼，是为是吼、哦、羊肠小径吼，吼、哦、这个是易守难攻的所在，但是日本军哦，都全军都无人要守嘛吼，专、哦、吼、哦、势如破竹，啊，都来占高分啦，啊，啊，加一个。金咬蒋，金九咬蒋介石，金咬蒋，还是咬蒋咬到蒋经国？哦，这是讲水丰啦。水丰以前名叫啥？啊？金高长啊、哦？哦，安尼你知啊？金高长哈、啊、好，不要紧哈，这爱国去认真学一下。啊，文清哦，用个什么剑术跟人战呢？哈、哦，大家吹算定了了后哈，啊，攻击贵人炮台，哦。完全跟不敢出兵会战，唔敢出兵来战，好、哦，啊先对总统求援，啊总统哦也不发一兵一卒，所以就四处逃窜，哦，啊现代名叫做转进，
对对对对对对对啊！啊，你即马就看全境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知影这汉字哦，诶伟大哦，就是全境哦，我嘛是境，我跟你讲，我见书啊，我转进啊，所以你小心话，这中国文字哦，转进哦，一个共产党的小简龙嘛，转进。日本哦，占鸡人了后，专哦为西九岭，西九岭这个所在真重要。西九岭迄个时阵哦，也无迄个隧道，哦，这个都爱爬山才爬到台北。啊，这个西九岭吼，伫清朝的时阵吼，咱台湾有甲法国作战，啊，武方的林家李朝栋，吼，率领500名的勇。收的这个西九岭，啊，甲法军吼，几啊千人落去对抗，啊，无输，啊，法国人无法度攀过西九岭，无法度往个山陆路来占台北，专行水路，法国兵行水路，水路的时阵哦，这水路的时阵，这个满清政府专哦。沉几啊台迄落船吼，沉咧港口，沉咧迄个淡水河的，啊，伊个船也袂当过，所以即个法国军全无占着台湾，全去拍去占平湖，啊去拍福建，去福建拄着虾米水兵，你满清个虾米水兵？南洋舰队，咱敢知影有北洋舰队咧？恁知影有一个南洋舰队无？有北洋都有南洋嘛？南洋舰队哦，一小时啊，你啊，去有法国军歼灭。哦，北洋舰一个跟日本军那个舰啊，吼、哦、哈。哦啊！但是南洋舰队一小时来歼灭，啊！啊！这哎，但是迄个古巴将军要求死的片哦，啊！身为台湾民主国 （The Republic of Formosa）， 所以这个名哦，以后咱袂使用咧。The Republic of Formosa， 我是袂是嘛想讲台湾哦。台湾无啥对啦吼，台湾这个名是安怎来？是伫台南安平迄个所在，荷兰人登陆的迄个所在，有一个安平吼，啊，迄个所在叫做台湾。啊，汉字写湾吼是写园林的园吼，台湾。啊，要就完全政府改咧改做台湾。最起码台湾嘛，啊，这个湾语，这咱台湾话读是台湾嘛，啊，那叫读做台湾。啊，古来哦，大家拢想讲伊是读做湾的，唔对啦，哦，一个字所在唔对，邦桥的邦要安怎写？邦桥的邦哦，写一个木，一个范，哦，这读做半。啊，邦是一个木，一个四角的方，哈、啊，邦了就，迄个叫做邦啦，哈、啊，啊，所以真侪唔对的所在吼，哈、啊，邦桥啦，哈、啊，应该叫做邦桥啦，哈、啊，好啦，拢会使解说啦，哦，那做唔对吼，拢来解说拢好。像我台湾嘛，那是台湾，啊，啊，唔对嘛，吼，啊，咱即番就讲这个代志，咱自家己知影，以后这个代志要做决定的时候，咱头壳都较清醒。
吼、哦，咱要叫做什么名？要英语要叫做什么？要叫做 The Republic of Formosa。啊，以前有一个台湾民主国的，迄记录真歹，歹到什么程度呢？好、哦，来，咱来看卖，这个是唐景崧啦，台湾头一任的总统。在禁书哦，我相信伊是温州人啦，因为温州人的考试都免考咧，拢会使做禁书咧。啊，即挂兵啊吼，趁乱串啊，即个伊的兵啊窜入台北城。啊，这个时阵哦，官兵变成强盗。咱刚才讲官兵抓强盗嘞，还以官兵变成强盗，好、哦，就完全政府乱来嘞，好、哦，败将升一级做土匪，集体进行烧杀劫掠。和一个文明的台北城变作活地狱，人人心慌心惶惶啊！都有法度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听伊讲，那去做保镖啊，吼，有子弹弹，所以郭先生都行喺头前，哦，郭先生嘛有胆识，哦。有好处啊，有缺点啦哈，有胆识，他都行在头前，都去报备啊，拜托日军入城，好、哦。唐景崧总统哈、哦，唐总统，啊，就是马总统，看到大势不好，哦，所以。所以啊，包括宽宽的哈，都算台湾第一富豪林维源，这林本源家哈，啊林维源哈，一独立庆典的第二天都遭去厦门啊，做议长完的第二天都算了，啊，这就是林维源，啊大家看。认识的安尼，哈、哦，啊，台湾民主国的南地防护区啊，哈、哦，这个这边的哈，民主国之宝印，台湾民主国年号叫做永清呐、啊。这是拍些拍马屁嘛，卖拍个安尼，这都无一个独立的一个架势，永清了、啊、哈，永远清掉了。唐景崧，伊知影台湾诶，迄个清朝书已经甲公款40万纽银回去上海，哦，啊，回去上海是回去家己诶落地啊，但是嘴诶讲，我去要去买军械，啊，甲公钱私用，哦，逃亡，啊，所有诶全家大小拢住喺中国啊，财产啊安排啊。无挂，所以彼暗三个人把公款卷逃，席卷一空，到个河尾，河尾就是淡水啦吼。哦，啊，唱的德国商人，商德商哦，即立氏海运公司，所以第二天转哦，坐亚沙轮 Arthur 哦，啊，走去厦门。这个物件是向下。这是参与 James W. Davidson The Land of Formosa 这参考这本书这个人是人的这个 Davidson、哦、Davidson 就是、哦、买手、哦、
李春生，台湾地米大地米大王，哦，伫延平北路李春生吼，派三个阿督啊，中间的一个，吼、哦，中间的一个爱伊下来住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迄阵副总统叫做库鸿噶，这个库哦是无鱼啊哦。啊，库王官嘛，同款。库王官看到迄个总统就走啊，啊，伊是副总统，啊，要安怎？吼、哦，啊，嘛要走，吼、哦，伊忘了家己是虾米人，啊，哥吼，佮作诗，此地就是讲台湾啦，非我葬身之地也，须遍计早去。父母在世，应求自己平安。所以，这副总统休国29天，都阿伯人讲，阁无打紧，阁卷逃公款，卷贷公款10万元，走去广东嘉应州。啊，这10万元哦，是连前的阿公下连横在台湾同时。冯甲一甲款已去，货源近10万元，哦，就是提公款十万块，哦，啊，所以即卖劳保基金唔知向个歪去吧，唔知。啊，咱会向联想啊，一个国要亡，就是安尼个情形啊，财产拢挂起啊，啊，我的女儿通通在美国。对不？啊，那你也是了，我一个人啊，我过也是在坐飞机走的。哦，这就是哦，读历史，和大家知影讲，哎，有可能这块代志会发生。啊，对，会向各位大家拢是做民政府的重要的职务的人，关键点的时候，你就知影讲安怎去处理。这曲库鸿噶吼，会用作诗，作一首诗，这首诗真出名。宰相有权能割地，孤臣无力可回天。扁舟去做蚩尤子，回首河山亦黯然。哎，这首诗有够赞，但是哦，就是双杠啊，哈、哦。啊，当时伊嘛，因这阵长沙人嘛，对台湾哦发出了一种谎言呐、啊，哦，啊、哦，誓死抗日，与台湾共存亡。到个时阵哦，大家拢酸呐，哦，啊，酸的时阵，本来伊个林朝栋哦，我有讲过林朝栋。怕甲法国人哦，见咧林朝栋哦，嘛讲哦，我占朝廷不我赏，啊、哦，我见哦，朝廷无要想我，我必而日本不我恨，我何为乎？我那酸哦，日本人也无要台湾，我应该爱安怎做？所以哦，成立台湾民主国。在23天就瓦解了，所以过去的讲啊，与台湾共存亡哦，哦，迄种讲假话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即个在朝为官做大官的人，拢会晓讲假话，咱大家爱注意，爱晓去区别，啥人在讲假话，哦，即有觉醒的人，干嘛用教同款哈？嗯，讲50年后大家会感谢我哈、哦、啊！你胡说八道呀！当时的大稻埕码头，
淡水港的意义是为淡水溪、淡水河、为淡水算起。这个、大稻埕是第十三号码头，哦，啊，到个三号码头是这个艋舺，哦，啊，个顶头起也个有啦，啊，规撮拢叫做淡水港，哦，啊，淡水港是正港。正港是什么意思？正港哦，我这个是正港的哦，哦，就是我这个是正黑的哦，哎，唔对了，这个用唔对了，应该是一个正港，一个副港。正港是淡水港，副港是鸡笼港。啊，那南部正港哦，是安平港。副港是基丁基澳，叫做副港。哦，因为目前政府跟外国签约的时候，港口开放，哦，五口通商，啊，淡水港，欸，要是说，啊，你这正港，副港叫鸡笼，嘛为啥我袂甲你抽税金？哦，所以这正港跟副港的由来。啊！迄阵台北城的繁荣吼，外商真侪设立真侪洋行啦，泰特、德基啦吼，美食、怡和、新华利、怡和洋行即卖也搁伫个 ，Dent、Douglas 吼，等等啦吼。啊！迄阵咱台湾出产台湾茶 ，Formosa Tea， 你今仔日去纽约博物馆吼，嘛会看到 Formosa Tea 啊。产量占79%-80%的樟脑，哦，迄阵樟脑是真重要的物件哦，哦，啊，当时有两条洋人街啦，吼，大稻埕、千秋甲建昌两条，即嘛叫做贵德街啦，吼，哦，啊，海关淡水为本关，吼，啊，鸡笼。安平大教为分官，哦，啊，税营，哦，由关税务司一手把持，满清政府无权过问，满清政府无法度过问，就讲你这块钱哦，你下要出去哦，去卡的税金，下要这个卡的税金，通通是洋人拿去，啊，你都给。建书都欠人几千万，那个啊，拢嘛签签好人，哦，啊，哪有迄个钱，哦，哦哦，这地图，这个是哈，民生西路，哈，丢化街，永乐市场，西宁北路，啊，贵德街。啊，贵德街是啥？贵德街，贵德街，这细蛇路以前是较流行较细蛇，因为迄阵走马车会通到都好啊。哦，啊，即摆是走汽车较大只，哦，啊，所以迄阵贵德街即个洋楼街，啊，我的出生地第一搭，民生西路即间。民生西路啦，哈，民生西路，哦，大稻埕的人，啊，但是我讲吼，我是洛侨，洛港住喺台北的侨民，叫做洛侨。啊，我讲话无洛港腔啦，哈。啊，我阿公因咧拢讲个拢落康桥，啊，我一个堂兄吼，平阿侪啊，细汉的时阵是住落港啊，移民起来台北吼，啊，就有一日出去听，啊，伊就讲出去听落哩啊，要死落哩啊，我哎呀！这都是洛港人讲的话。
啊，台湾的建设是超过中国，那也超过中国。头一座铁路在台湾设的，为什么？中国人腿脚有够寸呢？哦，因为头一座铁路是要去松浦线，就是讲为上海到啊到南京，这座是头一座铁路。啊，起好了，啊，迄只真重，真重，真重，真重。哎、欸，哇！中国人听着。哦，甲阮祖坟哦，诶，阴魂拢啊叫醒起来哦，那会使，拆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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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就拆开，啊，拆开要到迄度，啊，到迄台湾就上好啊，啊，就来到迄台湾，啊，来到迄台湾哦，佫产生一项代志，到迄台湾哦，因哦都爱做桥嘛，吼、哦，啊，经过七度的时阵哦，跨过鸡卵河的时阵哦，诶。哦，这桥墩哦，发现到金沙，金嘛啦，所以台湾的金沙，台湾的金沙河是叫做鸡卵河，至今有3000人去掘，3000人掘啊，愈掘愈到电脑愈掘掘啊，骨甲金龟礁，吼、哦，啊金龟礁，所以遐有一个高分啊哦。暗时哦，电器点个透光的哦，到个天光哦，都是什么原因？都是这个大波人啦有钱吼、哦，作怪哦，不，大波人啦有钱，我是讲啊，都查波人都来啊，好，啊都歌舞升平，好，安尼哦，大暗弄的那么样的唱卡拉 OK。大波浪，大波浪去。好、哦，啊，迄阵用直接国金啊，用赚偌侪钱？我十年前算哦，是一个人用赚13000到18000。啊，十年前算的哦，啊，即马来算升3倍嘛，直接有通赚40000台币。哎，你讲要哪开？你今日40000开不完，明仔再过40000来啊？哦，啊，就，要不，欸，中国人来带40000一块，啊，嘛台湾嘛设隧道、电报、电灯、电力公司，哦，生活水平哦是上进步的一个所在，啊，这个是头一只黑家，黑家母。这只黑脚母哦，即卖也个滴个，即卖放喺迄个228公园内底，吼、哦，看会到。登山人会变做强盗，吼、哦，啊强盗变做街头都有5000人哦，入去台北哦，抢啦、抬啦、掠啦，吼、哦，奸啦、盗各种暴行。暗时进行，日时嘛在进行，哇，这真害啊！所以大稻埕的李准先会晓讲英语，哦，因自力救济，专邀请由欧洲白人出兵，邀请日军入城保护，避免这暴行啊！哦，这就是李准先。我看咱的时间够啊，吼，咱讲个只。做一个阶段，啊，那刷落去阶段哦，家己看电视，好，谢谢。加克力。加力。稍等一下哦，那个我们那个妇女会的会长要讲几句话。